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跟随前方的卫星信号去到了大连金州体育场。您即将收看到的是20赛季中国平安中超联赛保级组第19轮的一场焦点战役，武汉卓尔迎战石家庄永昌，两回合的第一回合的交锋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的话呢，两队同分在了 B 组，武汉卓尔的话呢和石家庄永昌是同积17分，卓尔5胜2平7负，而永昌是4胜5平5负，分列第5和第6位。来了解一下今天两队的首发阵容。首先是石家庄永昌这边，今天他们是名义上的客队啊，但是由于是中立场进行的，所以不存在主客队的这样的一个区分。那永昌这边的话，门将方面今天启用的是张振强，三中卫的组合苏祖、王鹏以及曹轩的组合，两个边缘位置上的话呢是赵建飞以及郑志云。中场方面有33号的朴世豪以及22号 U23 的小将钟继宇，今天锋线组合马修斯、奥斯卡以及穆里奇三前锋来冲阵。永昌这边的阵容呢基本上还是排出了可排的最强阵容。当然赛前董文军也提到邵普亮的这个伤病，那派了一名相对比赛打得少的守门员，这个呢看看是不是成为隐患。对，再来了解一下武汉卓尔今天的首发阵容。武汉卓尔门将方面依然是16号的董春雨，那四名后卫的话呢，张春林、卡里索、廖军舰以及明天的常规的组合。那中场方面的话呢，有19号的小将胡敬航、39号从振来顶替的是纳霍尔的后腰位置，以及24号王凯以及26号的刘云。今天的锋线组合依然是埃弗拉以及巴普蒂斯唐的双前锋。镜头给到的是古特比。武汉这边其实在中场线影响还是挺大的。对，王凯呢也是属于一个半主力。刘云比赛打的还是相对比较系统的。重振去到球队以后呢，出场机会也不多。因为你像李航啊、纳霍尔啊，包括这场比赛宋志伟也是红牌停赛，没错。所以多名战将不能打的话，其实在中场这条线，我们知道整个球队攻防转换的枢纽啊、很重要的这个环节缺少了这么多人，应该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是，包括今天这场比赛的话，刘毅也是4黄停赛，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卓尔来说呢，面临了种种的问题。镜头给到的是马宁，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江苏足协的马宁，而视频助理裁判的话，则是来自于北京足协的王哲。据我们了解的话呢，韩国籍的裁判员金希坤已经是赶赴大连了，所以理论上极有可能是来吹罚这场比赛的第二回合交锋。第二回合是。而且我们说这个第一回合呢其实是一个基调，哎，第二回合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话呢，双方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您收看的是 PPTV 为您带来的20赛季中国平安中超联赛保级组第19轮，武汉卓尔迎战石家庄永昌的较量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上半场比赛，武汉卓尔这边依然是身着着传统的橙色的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石家庄永昌这边则是蓝色的战袍，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为您带来本场比赛中评述的是李彦指导以及我董军。从开场的站位情况来说，都是打了一个四后卫。哎，王鹏这个位置呢，还是打到了一个后腰。后腰。武汉这边呢，依然也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情况。武汉卓尔在面对上一个系列赛的对手啊，青岛黄海青港队的比赛当中呢，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抢开局。面对青岛队第一回合，当时的话呢，埃弗拉是在8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了。而且我们知道那场比赛，其实前5分钟，武汉卓尔就对于对手是狂轰滥炸。对。不知道今天这场比赛这样一个系列赛，已经到了一个退无可退，或者说没有任何错误可以去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是不是继续要抢开局？武汉卓尔这边呢打青岛这场比赛，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少一人作战，所以打的也是非常的煎熬，非常惨烈。没错。好的，来看看卓尔前场的进攻，左边路很空，给到左侧之后怎么来做传递呢？右脚搓传起来进去里面，
头球还是苏祖顶出了第一落点。之前我们就一直提到苏祖在永昌后防线上对于球队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哦呦，好球啊，这一下变向非常的清晰，奥斯卡直接来推身前了。其实奥斯卡的话呢，这一个赛季在整体的中超的发挥呢，没有在中甲来的那么的亮眼。对，因为队伍的需要，所以有的时候打一些强队呢，可能罗穆洛上场啊，那他就要相对做出一些牺牲了。是，看他今天的位置呢，前场这个外援的三叉戟相对来说位置是会比较的灵活的。嗯，当然穆里奇这个位置呢，肯定是稍微拖后一些。没错，这次边路是胡金航。哎呦，这个球传的落点也不错，就是要找巴布蒂斯唐的。我们看这段时间呢，永昌在禁区里面防守球员人数非常的多。其实永昌的话呢，他们整个的一个战术思路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啊，不论是打和实力比较和自己实力比较接近的球队，还是说打强队，整个的一个战术思路是不会变的。是，因为我们也提到，作为永昌这支球队来说，他前场的一些外援的情况还是不错的，而且像奥斯卡这种球员呢，反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没错。所以禁区里面呢，人多不怕，关键是怎么样更好的去把防守做稳妥的情况下打好进攻。是，这个球的话呢，永昌这边解围没有解围干净，右侧强行要横扫门前，制造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巴布西层在永昌的话呢，最近十场比赛场均控球率方面的话是 44.1%， 而武汉卓尔的话呢，最近十场比赛场均控球率则是高达 56.6%。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对比啊。卓尔这边的话呢，可能从场面上来说会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嗯，而永昌这边的话，更多的还是会打防守反击。对，镜头也是给到了武汉卓尔这边中方教练组的组长，哎，马永康。刘云的角球开出来之后，门前要倒钩。哦，这个球的话呢，球不在倒钩的落点上。但是前场卓尔有没有把球再次拿回来的机会？哦，没出界，并没有越位。看看这是一次起球的好机会。嗯，这个球的话呢，从意图来说是要横扫门前外围，又是一脚远射。啊，连续几下，特别是最后王鹏的这脚解围，似乎是有一些慌乱。对，再看一下，这下呢是大意了。对，你看穆里奇原本以为右边后卫在位的，嗯，没想到一回头这边这么空，但王鹏这一下踢出底线也不愿意往中路去踢的。是啊，外围的这一脚远射来自于王凯。今天在左侧啊，这小将胡敬航已经有两次起传中的机会了。是，哦，这球没有问题啊，应该回看的就是胡敬航第二次传门前的时候是不是打在有手上。手上是。哦，这个守门员上来第一脚的门球就没发好，嗯，开的质量不高。今天的确啊，主要还是想要在开局就建立起一定的优势。这球顺利找到了埃弗拉，但是线路稍稍偏了一些。现在永昌感觉后防线上有点吃紧了。嗯，埃弗拉无疑是武汉卓尔这边反击最好的也最管用的这样一个点。嗯，他的速度包括他突破以后为同伴去创造的一些机会。是，而且我们说埃弗拉这个球员呢，其实来到中国以后他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么强，完全是在中超这个环境当中练就出来的。没错，当然说到埃弗拉的话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提他最近入选科特迪瓦国家队。嗯，然后呢正好又和附加赛当然也没有到附加赛这个地步啊，现在只是到这个最后的两轮的这样保级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这样一个比较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对阵的情况之下呢，他选择了留队帮助球队来保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还是要为球队怎么说，球员怎么说呢，应该对俱乐部还是很有感情。确实在国家队和俱乐部之间的要做选择，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太难了。对啊，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是，但是现在俱乐部呢又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怎么样去做更好的沟通和协调。嗯，因为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埃弗拉说我要为国家队去效力，其实也无可厚非。那也没办法。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埃弗拉还是选择了留队啊，俱乐部也是以俱乐部的名义去婉拒了国家队。啊，这个赛季其实在中超效力的外援
没有能够顺利回到国家队参加国家队的这个比赛，人数还不少呢。是你像之前大连人隆东之前一直说要回要回，对，但是球队没有正式保级之前啊，始终留在球队，是的，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没错，我们看永昌这边的话呢，掌握住球权情况之下，还是希望把节奏放慢一些。是啊，这是永昌的节奏。因为卓尔每次拿球，每一次进攻的话呢，进攻都要拉的速度非常的快，而永昌这边的话，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这一次边路向前的传递，想找朴世豪的线路偏了一些。但是作为石家庄永昌这边来说，节奏慢一些，掌有控球权的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在慢节奏当中，这种无谓的传接球失误呢，相对来说就要减少。是的，除非你是打反击，那直接要往身后去走的，那这一下必须要冒险。是，还是要提高传球成功率以及进攻的效率。是。从政刚才我们也提到，从绿地申花加盟到武汉卓尔以后呢，其实出场的机会不算多，但是他这个类型从现在武汉卓尔的这个中场呢还是比较需要的。没错，他呢有一定的防守能力，包括进攻当中出球还是不错的。是，今天卓尔这边已经是第三次来打到胡金航这条边了，而且依然还是由王凯来找。因为今天的话能从整个外援的一个站位来看的话呢，埃弗拉和巴布迪斯唐都位置顶得比较靠前，埃弗拉没有拉边。张振强此前的话呢，本赛季中超联赛当中只有一次的出场记录，今天他来顶替邵普亮坐镇永昌的门线，看看发挥如何。也不算很年轻的一个门将，对，93年出生。看看前场速度，胸部停球领下来，奥斯卡，这个球在空中是否已经有出界呢？对，你像在局部范围以内，奥斯卡、马修斯包括穆里奇，他的摆脱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有绝对的这种爆发力，特别是奥斯卡摆脱完以后的处理球，哎，这下是传了，没传好。是，但是打门是不是能够打好？这个球的话呢，应该是有打到防守球员啊，给了一个角球。文军赛前也提到，作为永昌这边来说，角球苏祖这边是一个强力的点，是进了不少球了。是，看看定位球啊，角球开起来给了一个前点，这种前点的话威胁度不大，外围还有机会。哎呦，这一下速度能不能冲起来？哇，好在啊，身后还有一名防守球员。这球是曹轩拖在了最后面。是，钟继宇这边应该是和对方有一个对讲。刚才的话呢，好在曹轩是拖在了最后端啊，并没有也参与进攻当中，否则的话以速度方面优势来说，埃弗拉这边已经可以完成超车了。按理说角球这个环节当中，身高有的中后卫一般都会上。对，曹轩，你看这超过1米9的身高，竟然没有去抢点，而是留在了最后做防守。对，后面的一般放边后卫或者放一些速度快的队员。哎，这个也是永昌这边在角球进攻当中的一个变化吧。没错。比赛来到了10分钟，目前比分依然还是0-0。在这的话呢，我们要提示您，冠军表现无懈可击。男士洗发水专业品牌青阳邀您观看中超赛事。看看前场，还是王凯把球作战起来，内部有机会吗？这条线路呢相对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们看传保时机上来说配的还是不错，但是毕竟纵向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是所以要打到一个合适的点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索性这个内脚背就兜一下吧。对，因为王凯的话呢，开场之后已经有过外围一脚远射的这样的一个尝试了。是，我们看控球率方面的话呢，卓尔这边高达62%，而永昌这边的话38%，的确和两队最近十场的这样一个平均控球率呢差距不大。帕里索，而且武汉卓尔这边呢，其实在中后场的控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险的，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无谓的传接球失误。是，那这样的话有序的是能够保证这个球能够
前进到前场。没错，前场我们看到卓尔这次进攻虽然磕磕绊绊的，但是球权还至少掌控在自己的脚下。看看张成林依然是给到左边找到王凯。今天卓尔在左侧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活跃啊，是。但是我们看落为阵地战之后呢，永昌这边防守也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对，每个人至少盯人各自的这样的一个负责和分工啊还是比较明确的。嗯，而且毕竟比赛呢才刚刚开始没多长时间，那所以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这个注意力呢一般不会丢失。对，再加上我们看其实从现场传回的这种声音啊，嗯，队员之间的这种呼应来的比较多。对，吴春雨这个球稍稍迟疑了一下，虽然说有球员倒地，但是裁判员没有任何的吹罚，还是胡金航。穆里奇，今天相对来说的话呢，穆里奇和马修斯会频繁的回到中场来接应自己的队友，否则的话呢，这三名外援全都顶在最前端，极有可能出现中场球员给不到球的这样一个问题。对，现在呢可能在中路这个环节穆里奇会回撤的多一些。对，马修斯呢稍微靠边一些。对，因为穆里奇的话呢相对于马修斯他活跃的这样一个范围还是要更大一点。这样的一个配置呢也是不错，因为考虑到奥斯卡这个特点呢是有速度，到禁区里面呢他是有摆脱和抢点的能力。是啊，所以一个呢是从正面走直线往前输送，另一个马修斯呢可能边路突破以后往中路横向的这种传球。没错，你看，哎，这个球胡金航稍稍有点等球啊。我们看这球很明显啊，胡金航有点等球了，殊不知身后已经对方朴世豪啊早早的已经慢慢悠悠的逼过来了。还是想要过顶来找埃弗拉的。今天双方的话呢在中后卫位置上都有外援来坐镇，而且都是实力比较强的外援，所以打这种高空球啊比较难打。这球裁判是吹了卓尔的犯规。马宁这边还是要警告一下武汉卓尔这边替补席上可能教练还是工作人员，应该是球员啊，应该是替补球员，替补守门员孙寿博。马宁并没有给牌，只是口头警告，看他的手势就是如果再犯的话呢就直接请你离场了。对啊，所以这张黄牌我也不给你了。而且马宁这场比赛我相信对于卓尔的替补席的这种管理呢一定会来得非常的严格。是因为上一轮武汉卓尔打青岛黄海的这个比赛这个替补席上够热闹，那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混乱啊。还是穆里奇，这球跌得有点带得有点跌跌撞撞的，球还是丢了。今天是不是草皮是不是有些问题啊？看看前场卓尔反击来了，看看角度很小，一脚远射，而且叫斜射，打的还是偏了一些。行进的速度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停顿。是啊，但是最后呢，感觉射门的话，角度实在是太偏了。再看一下，这个球巴皮斯滕整个的一个跑动线路的话呢，还是不错，但是最后的话呢，的确角度比较小。看这个脚法呢，又有可能像是一脚扫门前啊。就像这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式呢，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对，往远端去走，对，既能够直接威胁球门。如果像这种情况呢，就看看远侧的埃弗拉能不能更机敏一些，能够感应到这条线路呢，跟进能够做一个补射。是，你像昨天，山东鲁能的那场比赛，郭田雨打了一脚门以后，有一下补射。是，这球的话呢，依然是希望能够来找到永昌防守身后的这样一个空档。穆
佩里奇刚才在中场的盘带，很明显这个球没有盘起来。对啊，但是呢，在这个区域尽可能的还是先出球为主。是啊，你如果是要摆脱完以后马上往前去走的，那可以。一直在原地在转圈的，那一旦失误了，很可怕。哎，这球抹过去了！哇，这球马修斯啊，单骑闯关啊，一路是抹过去，但是最后的射门还是遭遇到了封堵。感觉这个球，武汉卓尔这边防守已经把球成功的防下来了。对，这个球就是我们所说的鬼使神差一般，球又过去了，而且球又落到了马修斯的脚下。刚才马修斯就一路像坦克一样怼进去了。对啊，这样一位老将，像这种球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需要一点运气，也需要一点技巧，因为对角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发狠力就一定占优的啊。有的时候呢，还要有一股巧劲。是，再看一下 啊，这个已经摆脱完了。嗯，最后的脚射门，这脚射门的话呢，还是被挡了下来啊。这球廖军健算是堵了个枪眼儿。是，也是打在了小腹上。这是卓尔的球迷。所以你像马修斯这种站位，其实要盯防他的话挺难的。是，他一开始呢往右边靠一些，嗯，突然之间慢慢的往内部、往中间、往反向去游弋，嗯，所以你一开始看管他的这个左边后卫，你不可能一直跟到那边。对，所以在这种连续交人的情况下，如果一旦不明确，很容易把他漏掉。是的，这个应该是纳霍尔这个伤病估计挺难的了。赛前领队庞利在介绍的时候呢，他说的是这场比赛还不能够达到出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不知道第二回合能不能达到要求了。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呢比较官方，比较官方，啊，对，他也不能说这两回合都打不了。是，那至少来说有外援的这种情况下，我有可能这场要上啊，这场不行，下一场有可能可以上。是啊，始终能够给到对方一定的心理压力。对，如果你直接说这两回合都完了，那人家的准备是不一样的。是，而且要知道纳霍尔对于卓尔可以说是起到了这个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虽然说纳霍尔呢在这个欧洲的话呢算是防守能力更强一些，但来到中超赛场的话呢，他可以在进攻端做一些组织，对，串联。你看他的绝对速度吧不算特别快，这个频率也相对偏慢一些，但是拿球还是不错的。是，在中场的这种调度组织应该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到球队。没错。哦，我们来看看永昌左侧的这波进攻，往中路来给。哎呦，打得好！穆里奇内部直塞塞过去，哎呀，没事！这个球擦着立柱而出，这是三名外援之间的一次配合。哦，这个配合是打得很精妙，而且最后这一脚的捅呢，感觉不是奥斯卡，好像是不是？武汉卓尔这边自己的队员最后救险捅了廖军健这一下。果然啊，这一脚解围呢，当然也挺危险的。但这一下他不做这个技术动作呢，嗯，奥斯卡这个脚尖一捅就很危险。是，所以这球如果说是奥斯卡和廖军健两个人选一个人捅，那肯定毫无疑问是廖军健来捅啊。那后卫呢就怕遇到这种情况，是自己呢面冲着自己本方的大门，要去处理一些很尴尬的球。嗯，这次又是边路横扫门前，遭遇到卓尔这边先解围，看看卓尔这边反击，背后有推人，裁判给了有利进攻。这球要连续两个动作，有可能要补牌啊！这球有可能要补牌。这两个动作呢，都有可能是黄牌。是，先是奥斯卡回追的一个身后推人。嗯。比赛来到20分钟，目前比分0-0的平局。我们要再次提示您，小彪智慧屏 Pro 再一次改变电视。埃弗拉示意对方肘上有动作啊！你看，先是奥斯卡把巴布迪斯朗推倒，这个呢也是一个附加动作，问题不是特别大，一张黄牌。但是呢，王鹏这一下是有出手的动作，这个不冷静的啊，对吧？哎，出手好在呢，好像是没有击打到脸上。是，奥斯卡这个埃弗拉的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牌啊，应该要给两张啊，应该是两边各给一张。在防守过程当中呢，
利用一些手上的动作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说不能去击打对方。对，你抬起来阻挡一下也是没有太大问题，毕竟在中场就往外延伸呢就是一个不好的动作。嗯，或者我们说使用过分的力量，对，这都是要吃到黄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判罚的。但你看永昌这前场三个外援串起来的话有威力，有威力 啊！刚才是马修斯脚后跟一磕找到了穆里奇，穆里奇也是不停球，直接就是中路的一脚直塞球，精准找到奥斯卡。所以我们说穆里奇现在的角色呢更多的是扮演以前恒大一期的时候孔卡那个角色，孔卡的角色，对。但是呢他现在如果短距离这种爆发力呢也没有完全丢失，是啊，你长距离可能他这个体能力量方面的下降，但是短距离依然是有优势。是，上个赛季的话呢也是看过很多穆里奇在中甲的表现啊，面对中甲的防线感觉穆里奇这个速度啊还是基本上八九成吧还是能够成功的来完成突破的。虐菜呢不至于，但是呢相对还是踢得轻松的。是，但是你看这个赛季中超啊确实是和中甲还是有层面上的不同，是这个防守的力度完全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是单兵的防守的力度，另一方面呢协防组织呢也肯定要比中甲来得更好一些。没错，马修斯场上的队长要掷大力接外球了。嗯，应该是手榴弹战术啊。大力边线球掷进来，其实掷的不算特别远啊，但是呢毕竟到了角球附近的这样一条边线区域，他如果说前点蹭到后点的话也算是半个角球了。对，边路再击球，这个球没有能够完全立起来，朱二这边还是要打反击看看速度怎么样。边路这个球的话呢又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这个球其实曹轩的话呢那动作就比较隐蔽了，我们看手上哎搭一下然后赶紧松，搭一下赶紧松，虽然说也是犯规没问题，但这种球的话呢让裁判其实很难来办啊，想给牌但又觉得有点太重。对，曹轩这边呢正面的顶防，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进攻的角球他顶上去啊，有一些特点的，是因为毕竟有身高嘛。是，但是可能弱项呢就是转身启动这一下。没错，确实也没办法，因为身高放在那儿。放开好的推身前找到埃弗拉，埃弗拉禁区里面强行要送门前，还是获得了角球。今天双方的话呢，获得的角球数还是比较多的。嗯，看看各自在角球端能不能有一些变化。刘云来主罚，战术角球，战术再回，看刘云再扫门前，这球是奥斯卡回到禁区里面完成了一次次解围啊。嗯，田上卓尔再次把球给拿下来，这个球带的有点大，这个动作倒地哦，铲是铲到球了嘛，但是有一个双腿离地的这样一个动作，是啊。有点亮鞋底了，是，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啊！观看，吃到了一张黄牌。我们再来看，那这个鞋底亮出去了以后啊，是有一定的危险。这个球，我们说也就是王凯算是铲到球了。对，这球如果是没铲到球，蹬到对方的脚踝及以上的位置，这球是按照规则就是直红的动作。这球呢是铲到球的情况之下，裁判员是根据这个危险动作给了一张黄牌。嗯，但是还是先给到奥斯卡的这个身后的犯规，是黄牌呢是给王凯的这下铲球。没错，所以还是有先后。嗯，看看前场任意球，刘云的脚法还是不错的。嗯，啊，他这个左脚能力还是挺强的。
这球开起来，开前点，头球蹭后蹭后点，门前有机会。哦，这个球门前这包抄的球员没有完成射门，而是把球给停了下来。我们看啊，前点这球前点一蹭，后点张成林这边啊，其实巴布迪斯唐我觉得反应稍微慢了一些，是他应该是一个由后往前正面去处理这个球偏好，没错。张成林呢是往外线去跑去追这个球的，嗯。这个任意球战术看得出来，卓尔也是很有想法啊，精心的部署。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呢，埃弗拉这一点本身身高不是他的优势，所以肯定防的人呢就不是特别的谨慎，所有的球员都是在后点的高点上。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先给一个前点，对，前点先一蹭蹭到后点，这样的话整个的防守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你像这种定位球的战术配合呢，前点一定不是一个最有威胁的点，对，因为不管是从前点后蹭的队员身高包括距离都很难直接威胁到球门，但是这种球一旦蹭到后点的话，这个连接如果连接上的话不得了。嗯，这个球再往门前来做传递，我守门员还是偏紧的 是按道理来说的话，踢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这该松下来了啊！再传身后，不停球，直接往门前来传。这一次永昌的进攻还真的打得非常的简洁啊！那有的时候呢，确实需要一些坚决性。哎，犹犹豫豫，又想干这儿，又想干那儿的，到最后呢，反而什么都干不好。是。索性坚决了，大家思想统一了，也就这样了。没错，就说到思想统一啊，就又不得不说卓尔队面对青岛队第一回合的交锋了。嗯，当时2-0领先，卓尔二比零领先，多一个人，这个时候感觉的话，场上球员呢是想要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想要一场比赛奠定胜负。对，但是呢，教练组就在这个时候呢换下了埃弗拉，要收一收，所以呢，感觉球员啊和教练员整个的一个。上下之间的这个心思没有统一过来，对，思想没有统一，我觉得很有可能也就导致了那次防守失误，给了一个任意球，让亚历山德里尼把比分给扳了一个球。当然亚历山德里尼这个定位球的能力确实是强啊，是第二回合又是一个定位球，对，所以说在场上啊，无论是球员与球员之间，还是球员和教练组之间，这个思想要一定要统一。对，而且其实我想这种换人呢，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所以我们又回到老队员身上。这个时候老队员脑子里面有根弦，是啊，这个教练在释放信息，嗯，你这个信息是不是收得到？有的时候我们说是通过语言的传导，有的时候呢一看这个换人，你应该明白，哦，埃弗拉上去了，我们要应该怎么打，球控得更多一些，那我们要稍微收一下防守，不能丢球。对，再找埃弗拉，好的，埃弗拉把球先垫传给左边路，找到胡金航，王凯没有特别好向前的线路，只能重新再回到自己的后半场。其实这个比赛两支球队呢虽然都想在进攻当中展现一些自己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踢的还是谨慎的，是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焦点战，这样的一个生死战，其实也是有180分钟啊，有可能打的时间长还会往下打啊。但是问题在于，你第一回合如果说一旦出现输球的情况，是，那你第二回合这个压力太大了。对。还是推传到左侧，依然还是王凯找身前埃弗拉。埃弗拉在底线附近把球先拿好，脚跟一磕，想法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一磕啊，线路没有给好。埃弗拉刚才应该是和远端的巴布迪斯唐在进行交流啊，说这球我没有给你，而是选择给王凯了。马丁斯在场边也是，估计和埃弗拉去做一些交流。对。马丁斯呢现在这个机能下降很明显啊，上一场比赛最后时间换上去基本上没有太大作用，是，但是毕竟
在欧洲顶级俱乐部效力过的啊，所以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应该还是有，是适当的，有的时候呢可以听取一下他的意见。没错，马丁斯的话呢，职业生涯应该算巅峰期，就是在国际米兰和纽卡啊。对，纽卡这个时候已经慢慢已经有一点往下啊。国际米兰那个时候啊，确实是最好。是。进完球以后，你让他这个空翻一直翻下去都没问题。不要让他停，还能可能不就不会停了啊。刘宇这个球直接把防守球员给晃开。还是右侧进攻，永昌这边的防守落位啊还是非常的快的，这种高空球要找埃弗拉的话的难度是很大。对，因为石家庄永昌的中后卫位置上有一定身高啊，再加上边后卫现在往内的这种内收呢处理的也是不错的，始终挤在一个进攻队员的身前位置，是，所以武汉卓尔传中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要下一些底，往底线走得更多一些，是，那这个传中出来效果才会更好。斜向的好像传进去，你至少来说两个中后卫都是正面去处理。右侧马修斯拿球，打得太急了，拿得真的是难啊。但是面对对方四名防守球员合围啊，对，但是个人能力还是出色。对，啊，最后挑，哎，他走地面呢，基本上这个球权就要丢了，顶多也就拿个界外球。是，但他这一挑，很轻巧，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任意球的话呢，距离球门还是非常远的，看看永昌这边的任意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术思路啊。会不会也是这样给个前点摆到后门柱？由于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看卓尔这边防守的话呢还是显得比较散。果然战术性的打法，内部想要直接塞，想找穆里奇的，这球被看穿了。哦，这个身后打的还是挺坚决的，是、啊、再找奥斯卡，看看奥斯卡这球怎么来处理，角度很小了，这样带着带着带到死胡同里去了。边路还有起球的空间，这球会去到大后点，头球点回门前。哦，这个球后点高高跃起的一次头球攻门啊，可能的话呢马修斯有点压人的动作、凯利索对于马修斯这个动作也不满意、是，但是我们看埃弗拉这个防守呢，虽然最后没有起跳，哎，但是他退的足够深啊，这个球呢离这个马修斯距离啊就比较远了，是，顶到的话挺难的。是，而且这个球啊，我们看慢镜头，马修斯这球还真没有手上压人的动作，对，他是垂直腾身而起，完全是自己腰腹发力完成这次头球攻门，只不过呢落地的过程当中压到了埃弗拉。啊，头球这种包抄高点的话，如果是冲抢、点是最重要的。是，这种球呢到了后点中后点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对，谁能够抢到位置，那基本上这个球权就有。苏苏又是大脚的一脚解围，马修斯这一次看球权，球权应该是给到了卓尔这一边，还是先出界了。克雷索选择大范围的转移，右侧呢还是显得比较的空。还是往左边路来分，今天王凯啊拿球次数非常的多。哎，一般来说他是一个后腰的这样一个站位，当然今天呢因为从政出场呢，从政可能居中一些，他的位置呢就可能往左边偏的比较大。是，而且今天这个比赛武汉卓尔这边进攻线路的梳理上，因为埃弗拉老往这儿，所以呢往往球员呢球权也更喜欢往这儿传。是，
马宁的话，这两下动作其实都没有吹犯规，啊，他吹罚的尺度还是比较一致的。大脚向前来输送，哦，还是前场主二进攻找到了埃弗拉，埃弗拉一对一。哎呦，这个铲球，动作上来说还行，我觉得还行。是，的确也铲到球了。这个铲球呢，其实还是蛮准的。这就我们所说的动作不小，但是不犯规啊。所以我们看刚才马宁也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口头警告。而且这一下呢，他是贴着地走的，对，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是。埃弗拉快啊。他这个球铲完以后脚到了，稍微还是带到一点，定位球是给了，好像是，还是给了定位球。啊，之前在这个区域埃弗拉前点的后蹭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啊，这个定位球看看刘云这边是去向哪个点，看看有没有变化啊，还球还是找他。哎，禁区里面有点脚跟拉球，有点多了。远端把球再搓传起来，头球攻门。哇，这一次禁区里面，卓尔这边球人很多，嗯，啊，但是感觉的话呢，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啊又保持太近了。看一下，挑进去还是头球蹭了一下以后，张成林，你别说，他其实身体状态好的时候，我们以前说他有带刀属性，对啊，所以你看禁区里面这几下，第二点的这个判断去抢这一下，他是有一点感觉。是，但是今天永昌在防守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就看得出来他禁区里面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刚才在点球点附近拿球之后，几乎没有任何转身的空间。但是问题在于，你看他人多吧，看上去是比较饱满，哎，但总觉得好像，注意力不是那么的集中，反应速度呢也稍微偏慢一点。嗯。往左侧的转移，看看永昌的进攻，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看看这个球，裁判员还是享受了内部在跑位在争抢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吹了莫里奇的犯规。嗯。看出来永昌这个地面的传导还是非常清晰的。对，他几个小个队员，其实传跑啊，是比较灵活快速的。对，而且到了中前场的一些小传小递啊，我们说这个还是经过长期的这个训练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嗯，形成了一定的套路。是，这球头球一蹭，看看有没有机会。张振强这一次出击还是非常的果断的，但是远端我们看到主要有球员是受伤倒地了，应该是头球往前蹭的这一下，双方应该是有个头碰头啊。对，但是捂的是腿，是腿，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又是王凯，王凯这个队员确实是很努力，其实呢，平时他的这个生活当中话语并不多，兢兢业业，很踏实。现在还没有镜头交代，到底王凯是怎样受的伤啊？镜头是给到了汉军的球迷。是给到了双方场上的一些争抢的动作。这个球可能是上半场最具有威胁的一个球。没错，廖军健先出一脚，随后这次铲球的动作，王凯也是吃到一张黄牌，同样也是比较凶狠的铲球动作。也是两个动作的话呢，裁判员最后都给了犯规了。对，这都是我们所谓的先铲到球的情况之下，但同时也带到了对方的脚，或者说所谓的危险动作。但是呢，一个是给牌了，一个是没给牌，是啊，所以马宁的这个两个球的吹罚，我觉得准确性还是相当高的。是。
铲球，我们说这个脚出去啊，还是要规范。嗯，你像王鹏刚才这个球，幅度是比较大，最后也是带到人的，但是呢，他这个动作规范，对，顶多也就吹他一个犯规了。是。这场比赛的话呢，已经是过了40分钟了，依然还是0-0的比分，双方踢的都非常的谨慎和小心。虽然说卓尔在场面上面控球率是占据着优势，那永昌这边伺机的几次反击啊，效果也不错。对，但是呢，上半场到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是容易进球的。是啊，哦，看看这一次，还是想找身前的奥斯卡，奥斯卡这个冲的速度是够快的。现在永昌呢，始终不能通过你像穆里奇或者马修斯，在30米左右区域拿到球以后转过身，传这种内部的身后球。对啊，那一旦形成这种传球的话，奥斯卡的这个威胁是大。对，现在呢距离太长，那这样的话，武汉卓尔防守队员只要站位，在位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很难犯错。嗯。这个球的话呢，永昌好不容易中后场把球断下来，但是想找穆里奇的球又传球失误了。这边卓尔也是一次传球失误。双方这段时间的话呢，球权是频繁的更换。现场我们看看这一次永昌的进攻。其实到了这43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感觉双方呢都想稳一稳，对，都不想冒险。因为这个时候你看上去进攻攻的猛，看上去这个气势上来了，但是要知道你整体的队形不一定能保持一个一致，是反过来的防守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漏洞。这一次过顶长传，非常的精准。边路再起球，看看落点怎么样，想找后点的马修斯的。哎，这个拉人是要吃牌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性的犯规。这是今天出现在边后卫位置上或者是边翼位置上的 U23 小将赵建飞。这球的话源自于朴世豪出球失误，对，使得埃弗拉的话呢有快速反击的机会，所以边后卫位置上已经失位的赵建飞只能是上手拉。这个也没办法，为同伴去买单了。对，依然还是卓尔的界外球。上半场常规的45分钟马上就要踢完了，整体来说的话呢，上半场进行的还算是比较顺畅。是，场地补时的时间呢也不会特别的长。今天看这个场地确实不是那么的平整，哎，而且显得好像比较硬。他这个很多队员的滑倒啊，不是场地松软滑倒，是比较硬，这个鞋钉下不去造成的滑倒。是，因为我们现场的记者郭欢也告诉我们，因为这场比赛这片草皮啊，昨天刚好也是进行了一场比赛的，所以这个保护啊，这样一个保养啊，可能还会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可以提高的地方。1分钟的伤停补时已经开始了。卓尔在前场呢有一次进攻的机会，这也可能是上半场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了。胡金航边路拿球，闪转腾挪，把球错传起来，弧顶位置啊，球没有完全领好。正面再要挑传身后。边路最后有一个下底的机会，哦，最后角球没给，没有给啊！主裁判马宁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前45分钟双方0-0的平局，互交白卷，相对来说的话呢，武汉卓尔这边占据着场上控球权的主动，
一度呢基本上是占据着六成的控球权，但是的话呢，永昌这边把他们的这样一个特点，打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战术思路，也是交代的比较清楚啊。今天奥斯卡的话呢，在中锋位置上也有过两次不错的拿球。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的话呢，还是三名外援之间的配合啊，马修斯找穆里奇，穆里奇塞奥斯卡，这个球的话呢，关键位置是出现在了中后卫廖军健的一脚解围。这样的话，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比分定格在0-0。好的，中场休息过后，我们继续跟随前方的卫星信号回到大连荆州体育场，继续来关注2020赛季中国平安中超联赛保级组第19轮，武汉卓尔迎战石家庄永昌，双方下半场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武汉卓尔这边李航出场了，哎，之前也是受到伤病的影响，一直没有打。这个比赛他上场的话，应该在中场的调度组织，包括一些定位球处理，那是可以的。另外一边的话呢，马丁斯上换下胡敬航，这个冲锋的号角很明显的是已经吹了，吹得比较早啊，下半场一上来就吹起来。因为毕竟整个上半场呢，武汉卓尔这边应该是控场面的，但是控场面的这个情况下，可能就像我们中场休息所提到的，单埃弗拉一个点不太够，是因为巴布蒂斯唐呢现在已经好像往里走的这一下没有太大威胁，对他这个速度包括爆发力方面都不算是特别好，是所以马丁斯呢是有一定速度，再加上马丁斯的这样一个辅助的作用吧，可能这个效果呢要会比上半场来得更好一些。是的，这样的话呢，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您收看的依然是 PPT 为您带来的2020赛季中国平安中超联赛保级组第19轮武汉卓尔迎战石家庄永昌的较量。下半场比赛双方是一边再战，名义上的主队啊，武汉卓尔是身着着橙色的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永昌这边的话，蓝色的战袍，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为您带来本场比赛中评述的依然是李彦指导以及我董军。下半场比赛卓尔这边冲锋的号角吹得非常的早，我们先来看看永昌这边的进攻怎么来组织啊。右侧拿球直接往门前来传，这个球有点太急了。现在我们看到埃弗拉的话有意识拉边去了，对，埃弗拉还是活跃到自己最喜欢的边路去。从政这边没动，应该中场的是动了王凯，王凯上半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毕竟身背一张黄牌，可能在防守上呢是有隐患，所以这个王凯下，李航这边上，是悠传的可以啊，来看一下这下球领的不错啊，要身位，哇，这球苏祖的话强行先往外面先顶开啊，这球苏祖整个的一个身位要的非常好。埃弗拉前场把球再拿下来，禁区里面巴布蒂斯唐怎么来处理，解围有点乱，埃弗拉踩单车，这个球破坏球还是比较准确的。苏祖啊，在禁区里面还是很敢下脚啊，是身高腿长，你要叫他再跟这个脚步跟这个频率的话有可能跟不上，是最后就利用这个腿长的优势，而且呢关键转过身来判断这一下很准确，没错。小球开起来，头球低一点的话呢还是永昌这边先顶出，从现在呢还相对比较模糊啊，再看一看武汉卓尔这边是不是有可能下半场变阵啊？因为上半场是打了一个四后卫，张成林、卡迪索、廖军健、明天，从左到右。现在因为刘云的位置呢，非常的靠左，是不是让他打了一个左边翼位，改成一个三中卫的一个踢法？张成林居左，卡迪索站中，
廖俊健呢偏右，明天打一个右边右边翼位，后腰是李航和从政两个人，是来看一看啊。目前来看，你看明天的位置也比较靠前一些。这一下头球领啊，领的稍微大了一些。哇，今天永昌的进攻真的打得非常简单啊，很简洁。但几次落点球还真的找得非常准确。对，确实你让永昌打出一些很复杂的比赛呢，可能效果也出不来。是，但是最后马修斯这个头球要放在自己一个能够做连接的这样一个位置，是，而且要不影响往前跑的速度，这个太难了。对，身体部位上所有的部位头球的停球是最难的。对，往前点多少距离，对、哦、还能不影响自己跑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还要算好门将出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李航上场还是有作用啊、他中场这个毕竟个人的这种组织能力还是强的。是，李航的话呢此前一直有伤，他我印象当中有好多比赛没打了。是的，李航的话呢应该是第一阶段尾声的时候就受伤了，然后间歇期的时候一直在休息，一直在养伤。看看这次穆里奇脚下的步频还是比较快的、传得可以，好球能不能跟上，还可以，哇，再过、这球要强行抹呀，难度太大了。永昌在前场丢球之后，来看看卓尔的反击，这球裁判是吹了阻挡犯规了，而且要给牌。下半场比赛只进行了五分钟，啊，您就出示了一张黄牌。我们看这个球的话呢，是一个撞人的犯规，这是一个阻挡啊，很明显的阻挡犯规。王鹏，巴布蒂斯唐这一下还是挺聪明的。哎、虽然我们说他这个现在用速度去摆脱的这个能力，确实和埃弗拉包括和马丁斯相比呢，还没有他们强。但是你看最后其实已经球权即将要丢失了。他捅一下，最后造一个犯规。这一下撞得不轻啊！巴布蒂斯唐也是紧急的来接受一下治疗。下一轮要停赛，第二回合的交手啊，王鹏要停赛。那这个对于永昌来说是有影响的。是，王鹏在后腰这个位置上绝对的主力。嗯。从埃弗拉脚下把球给断走。哎，那您这个哨有点慢啊，应该还是吹了犯规了。是做了一个脚踩地的动作啊，觉得那、就是一个踩人的动作、踩到了脚面上，这个动作还是看得非常的准确的。这样的话呢，前场在左侧，卓尔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下半场比赛啊，双方在定位球方面一定要好好来把握一下。定位球盖起来，头球低一点的话呢，还是被永昌这边先顶出，但是球并没有解围远，再往门前掉，这球有没有机会？这守门员，哎呀，这个球，当然张振强没有选择出击啊，选择留在门线上。最后呢是他拿到了，对，但是按理说这个球直接就应该他出击把这球处理掉的，是，就是
不让这个球落地之前就应该去处理掉。没错，这球还给到了卡里索一个争抢的机会。是马丁斯，哦，这球抹过去了，好球啊！轻巧的找到巴皮斯唐，把球再扫传到远端。但这个球的话，好像球的线路和埃弗拉的跑位并不一致啊。这球弧线给的是大后点，但是埃弗拉的话是在中路在进行包抄。对，包的话，如果一直等在防守队员身后啊，可能等这个球的话，几率还是比较少一些。嗯，所以我们看他还是想跑一个身前的位置，在防守队员身前能够接到这个球。是。下面比赛换上马丁斯之后的话呢，很明显感觉卓尔的进攻啊，不仅仅是依靠左侧埃弗拉了啊，右侧马丁斯也可以拿球了。对，整个上半场巴布迪斯唐和埃弗拉这个位置扯得太远了。对，一个居左一个居右，那这个有的时候呢两个人配不到一块儿。哦，这个球背后也有动作啊，也有动作。哦，马宁最近这个下半场开场以后很明显手紧了，吹得严了 啊。整个上半场应该说双方注意力都非常的集中，是、啊、基本上都是放在一个技战术层面上，虽然也有一些黄牌出现，但是总体来说动作还是相对规范、哦、这个球的话呢，刘云是想要从对方两腿之间把球给踢走吗？这个怎么可能、啊、这个球有点不是很友好的动作啊，这个球黄牌没问题，很明显是绝对踢不到球的。是，这个踢人的动作的话呢，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同样的啊，永昌这边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全队犯规11次，马修斯被犯规7次。嗯，说明他拿球还是多啊，啊，还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进攻发起点。是。是比较远、嗯、还是点上来说挺难控制，我觉得还可以、苏祖、还是要找苏祖这个点。对，但是苏祖最后怎么顶球之前已经是背对球门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冲进去可以、这个球的确不知道球门在哪儿了，再往回甩的话这个难度太大。是，这球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苏祖跑过了，跑过了、是跑过了。比赛来到了55分钟，依然是0-0的比分。我们要再次提示您，冠军表现无懈可击，男士洗发水专业品牌青阳邀您观看中超赛事。李航上来以后呢，他的一些出球呢，基本上以中长距离的球为主，踢的呢是感觉比较的简练。是。目前来说他的这个和前场的连接好像还没有完全能够形成，因为打得相对简单了一些。嗯，就是一两脚球就直接找身后，这个似乎要直接打进去挺难的。是，所以永昌这边打得简洁一些，卓尔这边可以把球放地上。哎，这个球弧顶位置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有变向，最后获得了一个角球，最后停在了两腿之间，所以没有跑动，没有这个助跑了啊，索性这个原地就撩了一下。是，这种球原地呢相对来说脚尖去处理比较好。嗯，因为脚尖出去说实话连自己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那守门员更难判断了。是，这样的话永昌又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哎，这球似乎是马宁示意禁区里面双方球员有一些过分的身体接触。无疑苏祖这个点呢一定是要着重去盯的。对，目前为止已经交出了4粒进球了，看看这个球，角球开起来，门前头球蹭了一下、感觉还是找苏祖头顶上去开的，还是他蹭到的。是，
丁防这一下还是比较贴身的啊，所以隔着人呢总是要比较困难的去顶到。是，我看前场永昌这边是留了多达四名球员来进行围抢，马丁斯球护得不错，你这种回传球的话呢其实让门将很难来处理。哎，还是着急啊，是还是有一些着急。下半场马丁斯上场，包括李航上场，特别是李航，我们说这个传球呢一定是带有指令性的啊，教练一定是在他上场之前多叮嘱几句，但是还是我们说不要太着急。对，即使明显的这种机会出来了，还是要把球传好。这个球转移的不错，空间很大，看起球了。哎呦，这传球质量，这个球走的是一个地面要给到弧顶位置吗？这个传球线路没有看懂啊。而且弧顶位置也没有队友啊，也没有队友，这是最关键的位，最关键的原因啊。这个传球肯定是出现了失误了。看前场，主要这次进攻再来，感觉踢的呢还是不够合理，踢的不是很合理。其实李航转过去以后，刘云这边空间很大，绝对有时间去做调整。是。这个时候啊，其实场上的球员你说他有多少紧张感，打了六十分钟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对，教练还是紧张，教练还是紧张。像这种比赛都是场下比场上紧张。是，其实这场比赛的话呢，由于是两回合的180分钟的较量，其实前90分钟如果说两队稳着来收获一场平局，把这个决战啊交给后面90分钟，也未尝不失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这个很难想象后面90分钟双方有多保守啊。对，说不定这比赛啊极有可能就一直保守到下一个120分钟结束，直接踢点球了。这个就拼运气了哈。对，回去扔下来看看前场。哎呦，于这个传球的脚法似乎也不是特别的准确。曹轩回到身边，苏祖正面起头球蹭下来，这球能不能获得一个角球呢？不错，还有一个角球的机会。永昌这边确实很明确嘛，有反击呢坚决打，哎，没有呢前场多创造一些定位球角球，他这个还是有一定威胁。是，因为毕竟永昌的后手牌感觉还是少了一些，对，他们这个牌基本上名牌都打出来了，点不行。这个球的话呢，三名队友都是落在了后点，内部有队友跑，看看怎么来做传递，球没有完全传好，我就点回来，还是找到马修斯。咦，再往身前传，这个重复线路啊，并没有能够传好。但这段时间的话呢，永昌在前场的进攻踢得还是非常的娴熟，裁判又吹了犯规，穆里奇被放倒了。这段时间卓尔给到永昌的定位球机会越来越多，这说实话不是很好的消息。就连续两侧都有角球啊，包括现在两侧的定位球次数也上去了。是，所以我们刚才说永昌这边定位球还是有它自身一个特点的。就盖起来，盖得有点浅。他现在定位球角球次数上去了，马修斯这个脚感现在不灵。对，有机会来了！哎呀，这个球穆里奇原地摆腿，一脚抽射上了看台。这个球说实话，本场比赛永昌机会不多呀。对，我们看
这一次弧顶位置点球点位置无人看守，原地摆腿的一脚抽射，难度呢是有，因为毕竟来球呢蹦蹦跳跳，对，不平稳。穆里奇最后这个至少身体重心要压上去，这个球的话呢，穆里奇就是追求进攻节奏了啊，否则的话他是有足够空间把球领下来，不让球在空中跳再打门的，可能领下来的话呢，对方防守就扑上来了。对，停一下再做连接的话，除非你这个连接的速度非常快，是一般来说你稍稍停大一些的话，防守队员马上到。对，在打进区线这个位置太敏感，防守队员不可能长时间给到你这个区域做调整。是，那像这种球，第一个我们说身体重心你先压上去，压上去保证这个球不高往门里走，对，就有危险。是，让球要转身，裁判还是吹了犯规。张成林，张成林今天在左边路的话呢，感觉压上参与进攻的次数不多，还是比较的稳妥，先把自己防守工作先做好。这边任意球已经开出来了。下半场比赛呢，明显感觉到永昌在控球率方面慢慢的是找回来一些，这段时间的话呢，一直在前场是形成了围攻之势。后上的断球，周二的反击呢也没有能够快速推动起来。右侧看看这球转移线路还是不准确。今天李航上场以后，两边调度转移呢，这个想法确实是好，哎，但是有的转移呢，这个线路传的失误率太高。没错，其实相对来说奥斯卡这边也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让他来盘一盘带一带。如果说完完全全当成一个支点型的中锋在禁区里面来抢点，好像也不是自己非常明显的一些优势。他这种特点不在于背身，对啊，你说他这个支点的作用也不算是做得特别的好。对，哎，你看他到上赛季在中甲的进球，要不呢就是完全就是高点去抢头球，要不呢就是有空间让他突起来跑起来。马丁斯转过身来，哎，这球只能往边路敲了，看起球了，这球去到大后点，还有自己的队友。这球埃弗拉呢敲的有点敲早了，哎，所以我们说他这个支点作用，你这球不知道传给谁，你拿一下拿一下，对，好不容易三个队员聚一块儿了，这护脚跟随意来一脚，球权丢了。是，朱二的传球也没有能够成功。我们看永昌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方向，左侧有多达20次，好球，这个变向做得不错，传哎，找到了穆里奇，哎呀，这个球感觉和自己的队友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儿去，往那方向走是肯定对的，是，但是这个传球太大概一个方向不是那么精细。周二这边的进攻的话呢，集中是出现在了右侧，当然集中在右侧的话呢，很大一部分数据都是下半场累加起来的，因为上半场我们注意到打左侧像王凯啊，身前胡金航再找埃弗拉可能更多一些。对，下半场的马丁斯上来之后的话，的确右侧进攻越来越多了，以至于这段时间的话，主要进攻大多数全都是聚集在了右侧。埃弗拉先回球，但是埃弗拉依然没有空间不让他跑起来啊，这一次看看有没有机会启动了，但是传到埃弗拉身后去了。
埃弗拉一对一强吃，强行往底线走。哦，还靠苏祖。苏祖可能说速度方面速率跟不上埃弗拉，但是我身位站得好，对，不让你有起球的机会。赵建飞第一下被埃弗拉这边摆脱的很干净，但是身后的苏祖第一个呢距离靠得非常近，是一旦你摆脱，不管走内线走外线，他马上能到位。对，而且苏祖呢相对来说他的判断比较准的，而且苏祖人高马大的，站在面前的确就像一堵墙一样，你要真的要完全绕过这堵墙还真的挺困难的。对，就是我们说要绕一会儿。是，来看角球，角球开起来，人群当中落下来，后点一脚抽射，这脚射门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李航是有这个脚法，对，这感觉是李航下半场登场之后啊最有威胁的一次处理球。这球让我说起来，那打的还是不错，但是有点偷懒，有点偷懒哦。为什么呢？就等球来了以后，早早的就把这个脚站定了。哦，其实小碎步再调整一步，再调一步的话，这个球或许会稍微好一些。是。还是正面的起球，这球落点不错。钟继宇敲回来，还是钟继宇传了，右脚直接起了，这球找后点，问题不大。像这种呢，还是要敢于去尝试。我们上半场就说了，不要踢得太啰嗦。争抢高空球的时候的话呢，奥斯卡是有压人的动作的。裁判员本来是给的有力进攻，没有吹。这种球呢，要找奥斯卡呢，的确难度也挺大的，球速又慢，啊，而且的话呢，又靠门将近。往回一走，你看看上港的这个奥斯卡，内脚被兜，是，平快，这个正脚背去搓一下的话，这个肯定是高飘的，是。又是及时的一个拦截，哦，看看这一下永昌的进攻，再推内部身后，有没有机会？这一次横扫门前的话呢，错进错出了，本来没有传好啊，但是的话呢，主要的防守球员蹭了一下，还真的又往后点去滚的，慢慢在后点滚。背后倒地的放闪，依然还是吹罚了犯规。比赛已经过了70分钟了，双方依然还是一个僵持阶段。埃弗拉，这边要和前场马丁斯把球给拦截下来了，右脚起，这球，哎呦！线路还是深啊。现在巴布迪斯唐这个和上个赛季相比的话，能力还是下滑了不少。下滑了，那很明显在整个球队当中的作用不再是那么举足轻重。就像他这个类型呢，你如果突击不了，或者说不能进到禁区里面去进球的话，那多一些好的高质量的传球也行。现在他传球方面呢也没有太大贡献。是，我就点下来。哇，这下直接推身后，后点有机会跟进一脚跳射。哎呀，这球还是高了。乌里奇啊，这个创造力绝佳，反身看都不带看的。这已经是传到这一块了。这个球奥斯卡呢眼看着董春雨啊朝自己扑过来，其实呢用了一脚挑射啊，对，技战术没问题，但是呢最后这个挑的呢感觉还是差了一点点。
又要避开对抗，又要把这个球呢挑过门将，对，分量还不能给得太轻。是，但穆里奇刚才这一下斜向的往右边跑，球来了以后直接就是侧身往反向去扫。是，双方的射门数和射正数都一致，都是六脚射门一脚中门框。但是下半场比赛最有威胁进攻还是出现在永昌这边，马修斯又要掷手榴弹吗？打了一边球掷向禁区，再往左侧送，有外围，外围有没有机会？还有，这段时间卓尔的解围啊，总让人不太放心。解围都不是很干净，尤其是在自己禁区里面的解围啊，这个位置的解围就是怎么快怎么干净就怎么来。对，但是在追求像刚才董文军说的这几点以外啊，你还要冷静下来，还要冷静下来，别光追求快，胡抡一脚，越解越围。这球又出界了，我们再来看这脚球传得好啊。这个球的话呢，看似是要给前点马修斯的，结果马修斯这个位置其实跑不到，但是顺势啊就漏到后点给到奥斯卡了。这球其实手上还是有一些拉拽的动作，还是一张黄牌。姚世豪这边看这个情况体能有点跟不上了。是，包括钟继宇好长时间没见他了。对，刚才马宁的手势也非常明确啊，这已经不是姚世豪第一次了，他指了一下身后的两个地点，说那两次犯规再加上这一次啊，要给牌了。所以刚才董文军提到了一点，永昌这边的后手牌相对来说欠缺一些。是啊，朴世豪也要停赛啊。这门，今天双方啊，这护防线上都是怎么了？这边门将，当然张振强的话呢，也是球踢的不多啊，出场次数不多。另外一次边的话呢，卓尔的后防线上也是频繁解围出现失误，就是出击这几步跑的就感觉有点跌跌冲冲。是，比赛已经过了75分钟了。越位啊！裁判是吹了越位。这球的话呢，应该按照新规则来说是，裁判好像最后看手势，感觉又像是一个，他那个卡里索本身就越位，后来呢是有一个那个对门将的干扰动作。因为裁判员的手势不是单臂高举的间接任意球的手势，给的是直接任意球的手势。场边的古特比依然还是显得比较的冷静，并没有要换人的这样个迹象。可是现在时间方面已经是快接近80分钟了，场上球员的体能还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呢？这一次左侧有没有机会？钟继宇肋部切进来，这个传球线路啊，和马修斯意思就是你往我边上来，你往我身前来传，别传到我身后去。马修斯要的这个线路没有，就他这个往回一走啊，往内线一走，这个斜传进去只有这一条线，只有这条线路。我们说永昌这边朴世豪、钟继宇
这俩其实可以做一些调整。是的啊，但是那那他有点抽筋了吧？的确是。那必须要换了。必须要换了。他这个样子是抽筋还是小腿肌肉方面有点问题？应该是抽筋的。抽筋。拼到了78分钟，应该就是最后啊，奋力的起跳完成这次头球解围之后落地。这样的话呢，钟继宇有可能是要被换下的。因为毕竟80分钟了，现在换人的话呢，从进攻端角度出发是不太愿意去把三名外援给换下来的。外援轻易不能动。是。本身这支球队主打的就是外援牌。对。你再轻易的把这个外援撤掉一个的话。借着钟继宇这次抽筋要治疗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双方球员也是赶紧来补一下水。虽然说目前的话呢，从天气情况来说已经比较适宜了，但是的确高强度的78分钟，将近80分钟踢下来，体能消耗还是非常的大的。刚才埃弗拉和马宁这是一直在交流些什么呢？这样的话呢，永昌这边进行换人调整，换上了17号的王子豪。换下了抽筋离场的钟继宇。这个球场边的教练组呢有些不干了，场上引起了一些小小的骚动。奥斯卡被放倒在地，我们看看慢镜头到底有没有准确的来交代。来看一下，双方争抢同一个落点。哦，这个背后的动作呢，的确是一个犯规，没有问题。这些球场边，古特比先生显得非常的激动。这张黄牌还是给了中后卫位置上的廖军健，吃到了一张黄牌。的确到了80分钟之后呢，可能是由于体能的下降，或许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场上球员的动作方面呢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变形。对，这个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体能下降造成的。因为本身呢你是能够到位的，但是到不了位呢只能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方法。是。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些，包括稍微有一些不规范的话，很容易得到黄牌的。这样的话呢，比赛已经来到了80分钟之后了啊，这对于双方球员来说的话呢，又是一大考验，尤其是对于永昌这边啊，因为永昌最近的两场比赛80分钟之后的丢球非常的多呀。哇，这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哈，感觉这一次上来解围并不是朝球去的。我们再来看，嚯，这球明天直接是在空中的是被撂倒了。边路起球，帕丁斯，球领的不错，帕丁斯，哦，太勉强了。这个球其实不用勉强射门的呀，传，外围搓传起来，后点还有机会。明天助攻上前之后，看这次起球，哦，这一次张振强很稳健，空中把球给抱住了。
埃弗拉也是比较有经验，故意到张振强面前来做一下干扰，延缓一下对方来快发。啊，您执法还是挺严厉的嘛。对。其实吧，您这赛季执裁最经典的一场战役，其实就是上海德比第二回合，那个120分钟的较量，可以说吧，您的吹裁应该算是非常高的质量。苏祖还是正面来起，头球点下篮，看二点。王子豪没有能够抢到这个落点，哎呦哎呦，这球又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尾声阶段的几次犯规动作感觉都有点大啊，都是很明显的战术意图。而且帕克尼斯唐这边好像已经不止一次倒地了。郑志云这边在这条边线啊，短时间内至少两三次了。是。有点不得牌不罢休的感觉。确实身上没有牌，而且呢下一场又累积了。哇，那下一回合双方可能要掉一个了啊。永昌这边可能至少在中场来看的话呢，3到4名球员没法登场，那这个牌就不应该得，这个是能够控制得住的，是对吧？不是，我们说你这场比赛之前是没有黄牌，而且呢要考虑到下一场比赛你是绝对不停赛的情况下，你去得一张黄牌问题还不大。感觉牌吃的都不是很合理。对啊，你这一下冷静一些的话就不上了。而且你要考虑到这两回合踢完之后并不是说就一定确定保级了，对，还有就获胜方，哪怕是这两回合的胜者，还有要和中甲的第二名有一个两回合的交手。对，而且赛制呢，特别是外援使用的这个情况呢，是按照中甲的这个标准去走。是，比赛已经过了85分钟，依然还是0-0的局面。中甲这段时间也没有太过于关心。中甲的话呢，亚太的话呢，冲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他们在中冠组的前四轮之后是3胜1平，积10分。排名第二、第三位的是成都新城和浙江绿城。最后一轮的话呢，成都新城将直接来面对亚太。他们成都新城和亚太之间差着3分。等于也是蛮激烈的。是，而绿城这边的话呢，其实参加这个0.5的机会会更大一些。因为绿城的话呢，他们最后一轮踢的是全败的泰州远大。哦，那打绿城不好打吧？绿城这支球队，他在中甲也打了好多年了。是，而且这个赛季好像感觉，各个方面条件还是比较成熟的。是。我一切都先不要想这么远啊，先把这两回合看看哪一方能够先胜出，才能够争夺到这0.5的保级机会。来看前场右侧，朱尔这边任意球的机会，罚的还行。张振强单拳将球击出，同时裁判吹了进攻方犯规。落点还可以嘛？因为在上一个系列赛当中的话呢，永昌啊两场比赛都是在80分钟之后丢球的，第一场比赛更是在伤停补时丢的球。所以说的话呢，80分钟之后啊，这永昌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防守。哦，头球落下来，看看这一次，马修斯。强行下底扫到门前，有没有跟进、哎、呀，
全在往里跑啊，也没一个由里往外走的人。是，哎，前场左侧依然还有边线球的机会。啊，这个时候确实意志品质啊，咬牙了。感觉有些球员已经上不去了，有点顶不住了，感觉。这个位置有没有越位暂且不说，马修斯把球垫传到后点，再给后点，调试好，再起球，角球。之前左侧啊，两名球员位置比较靠前，边裁都没有举旗有越位，示意比赛是继续的，而且也没有补举这个越位旗。嗯，这个时间点 no， 这种定位球，武汉卓尔这边呢相对会紧张一些，要当心一些啊。角球开起来，再分边，再往边路敲，直接往门前来做传递，落点还不错。这球又吹了，有越位，越位。这球边裁是举旗了。啊，多个人越位，多达三名球员啊，全是处于越位位置。常规的九十分钟马上就要踢完了，哎，这边奥斯卡非常痛苦地倒在了地上，而且直拍草皮。嗯，是什么情况呢？这让身后的李航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是自己犯规了吗？还是怎么着？要看看慢镜头。伤停补时的话给了三分钟，三分钟伤停补时已经开始了。被踢的队员呢肯定认为对方是故意的。啊，啊，你还别说这个球啊，李航最后这个往外好像稍微是有一个小小的附带动作，稍微有一点啊。前场比赛的话呢，马宁一共是出示了有八张黄牌，很绝身。再把马丁斯换下。哎，这个最后的这个换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意图啊？是觉得马丁斯表现不佳吗？原本想的这个效果没有出来，本来呢想双快，这个双快呢是没有打出来。但是这个换人的时间呢，又觉得很尴尬。嗯，这是已经91分钟了。其实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双方其实都已经不敢再冒险了。以一个0-0结束，相当于呢把两队的决战啊放到了后九十分钟。先来看看这一次，埃弗拉前场还能要到球权，埃弗拉变向，埃弗拉突到禁区里面送到门前，犯规了。哇，最后时刻的确我们看到埃弗拉的话呢，很长时间没有跑了。所以他体能还能留一些，感觉这个体能这个电量呢稍微往前冲了一点点。嗯，当然埃弗拉对于裁判员吹他进攻犯规的话呢还是稍微有点不满意。三分钟伤停补时的话呢已经所剩无几啊，加上之前呢有些受伤的话呢，可能再多补个几十秒钟吧，大概。对，就给一个回合，给个回合。对，又是中场的犯规。其实永昌下半场比赛牌吃的不少。对，
然后很大程度上也是和体能下降有关系。但是这些牌儿，我们说代价还是挺大的。对，第二回合很多球员都要停赛。对啊，黄鹏一个，郑志云一个，嗯，朴世豪一个，朴世豪还是钟继宇，看一下。应该是朴世豪，嗯，那朴世豪，对。那你说这个主力阵容当中三个人打不了，嗯，那怎么弄？哎，这球，哦，结束了，又是没给角球，又是没给角球，啊，难怪埃弗拉这边很不满意啊，觉得这球角球为什么不给？这样的话呢，主裁判马宁上下半场，哎。场边也只是两个角球都没给了，马永康也是啊，两次啊，两次角球都没给。这样的话呢，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最终的话呢，在这场决战的前90分钟战罢之后，双方是0-0的局面。下半场比赛的话呢，的确是卓尔这边率先进行调整啊，换上马丁斯，包括换上李航，但是呢，好像的进攻端还是没有很明显的起色。反倒是永昌啊，在几次进攻当中最有威胁的还是出现在永昌这边。嗯，门前奥斯卡近在咫尺的一脚挑射是高出了门楣。最终的话呢，双方前90分钟战罢之后是一个0-0的局面。这样，本赛季最后0.5个的保级希望、保级机会将在双方第二回合的90分钟，甚至有可能是120分钟，甚至可能还要再长的比赛当中再来决出了。